长沙还是蛮冷的嘛，长沙都下雪了，冷不冷？哎，熊哥，借到半时户。啊，借到半时户啊。借到半时户，都是我后面。是我后面。你们那个歌发了是吧？已经。你们那是分开录的吗？对，分开录的，分开录的。刘松写的吗？对，然后各自也改了很多自己的词，很有意思哈。对啊，那个主歌是在哪儿拍的呢？他的 MV， 他应该是在哈尔滨。我感觉像东北，戴着那个帽子，像一个山大王。街道办事处，都是我红米，都是我红米。其实我觉得体验这个真的不错，以前就真的是没有深入了解过。对的，你如果不体验这个职业，你只能从网上啊那些去知道一点，但是你体验过完全不一样。我也是一样的，这次坐飞机来的时候，我就完全在观察飞机跑道在哪儿，然后飞机是怎么飞的。对，我看到那个就那部分的设备，我就觉得哎，好多东西我知道是干啥的，感受就很不一样。我想体验做那个医生手术的那种。我拿那个太难了。我先拿个牛排给你切吧。这个牛排一下。